在上面一天鹅湖啊，用心灵体育场。10月25、26哈，今年的12年，中华民国112年，10月25、26，全国运动会在心灵的综合体育场，这边家乐湖旁边那边。这附近家乐湖西边要是盖一个国家图书馆南院，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。现在112年，5月了，已经用钢骨结构施工到3楼了。